过刚才那个小兄弟的出色，相当不错。这个肯定进，给他。Sorry， 为什么直接跟他 sorry 啊？这都没过，差飞了，我感觉。吉祥都进了，我感觉，估计你应该也进，但是他没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抱歉，很遗憾，他也跳得很好，但是动作有点架构不清楚。郭定宁是直接带定都没有睡，就是对不起，直接就淘汰掉了。哪怕跟其他人、其他跳 hiphop 再 battle 一下，吉祥啊等等一些，对吧？那些都可以 battle 啊。你跟我说你赢过他四次，你赢过他几次，他拿过多少冠军？其实我不在意啊。有时候输是看评审的喜爱，这一次评审是我。我还是要跟所有的选手说啊、哦，我相信每一个选手可能。身后都有很多的招牌，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家里有很多的奖杯，甚至很多的冠军，但是我的毛巾就这么少，所以可能有会质疑为什么我觉得我跳得 OK， 但是你们却不给我们的公平在哪里？但是你要先想一下，后面还有多少人是比你强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请不要介意好不好？我们都是为了街舞而来的，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是用舞蹈去表现自己。OK， 下一个，加油，刘野！你好，嗯，大队长好，我是 SBN 组合成员刘野。大家好，我是 SBN。这个是 idol 是吧？哦，这是男团。我今天带来一段 Urban 自己的编舞，然后希望你能喜欢。长得挺帅，来吧。其他擅长的吗？待定，哎呦，待定，我先待定一下。那我再跳一段吧。我不要音乐，我轻跳。啊？瓦特？心中有曲自然嗨。就你不想 freestyle？ 啊，我不要音乐。我就当时脑子都空掉了，就真的没有准备好，而且跳编舞的。很难去就是 freestyle， 所以我就说我不要音乐，然后我自己 solo 一段。好，你跳。哎呦，哦，是编舞啊，自带节奏，能跳吗？没有音乐，这就是街舞啊。先有的音乐，才有的舞蹈。只有动作，你感觉像在做广播体操一样。没有音乐，我其实还觉得还可以，因为我自己心里有拍子，看起来更干脆利落，就不会拖拉。
啊。选谁都行，别千万别选什么 idol 什么的占我们的位置。啊。跳一段这个就给了，想不透吧，想不到吧。他喜欢 idol， 有亲切感。他其实形象真的不错，而且他的腿跟动作很协调，也挺有魅力，挺有一点点 idol 的感觉呢。我觉得这样不合乎程序了，就对不起这个名字，这就是街舞。下一位，哇，木乃伊来啦！木乃伊队了，你好。那真的很恐怖，太吓人了，你们。我在现场，我吓得太晕了，你知道吗？挺帅，非得把脸给挡了。哦，就是因为人体吧。我录一个节目，一个木乃伊在我面前跳了一支奇怪的舞蹈。但是我是所有人最唯一的，没有人敢上来跟我比这个，没有人敢上来跟我比这个。我看完之后我就感觉没有同桌风格了。哎哎，什么情况？他怎么上去了？他也是这种吗？那女的干嘛去啊？你好，我也跳软骨。哦，掰手啊。她真的很漂亮，她长得有点像 Magic Q。你是中国人吗？中德混血，去年来中国的。中德混血。对对对对。我说的我那么漂亮。突然杀出个美女出来，对不对？那都会有点，注意力会突然一下转掉的。其实我当然相对来说是吃亏的。他就看了我，然后就不敢看了，然后我感觉他脸红。